伴我的太太以及家人，在这段期间，有心人士别有居心，造谣抹黑，利用一些桃花的案件来落井下石，请太太在这里对我的太太这一阵子所受的委屈，向我太太表达致歉，也谢谢她跟小孩子一路上支持我，陪伴我。太太委屈了，我会一辈子保护你。谢谢大家。我想中国国民党是黄锦泰永远的朋友，虽然这一次中国国民党不分是黑，不分黑白，明显违反中国国民党公职人员竞选提名办法，很明显违反程序正义，交给人民来做最后的判断。议长，像是那个徐耀昌跟黄建庭他们有来说，他们也没有被做这样的处理啊，那你个人会感到委屈吗？我想，一个政党要永续经营，它的标准一定要。针对我们苗栗县徐耀昌同志以及台中县我们黄县长，这个标准一步一致，我想是非公道是在人心。我想对任何关心基隆市政发展的好朋友来参与基隆市各项意见的表达，各项活动的参与，景泰都表达欢迎，表达尊重。我相信基隆市民是雪亮，基隆市民会支持一个敢说敢做、愿意为基隆付出的市长候选人。基隆市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基隆市民会支持一个敢说敢做、肯为基隆市服务热忱的市长。人在做，天在看。我想是非公道真相只有一个。那议长，你跟不跟我讲一下是什么样的？
天二十一年，连续五届议员，仅在都是24小时，365天，用我的热情，用我的专业，用我的真诚来服务市民。基隆养育景泰，孕育景泰，景泰责无旁贷，要为基隆这块深爱的土地贡献一己之力。景泰会用我的生命来保护、建设、繁荣基隆。那过去国民党都是因为分裂丧失基隆市的政权，那你怎么样来看待你这一次的选举？我想基隆市民眼睛是雪亮的，基隆市民他一定会选择敢说敢做敢担当，愿意长期服务基层、耕耘基层的市长候选人。那你希不希望国民党再一次给你申诉的机会？中国国民党是黄景泰永远的朋友。部长，外传就是说有一个被删减里面的500万的，但是好像相同外传说，你的也给这个相同你的会员没有上相同一笔数目的分析，这个外传。任何一个政党选举，任何一个候选选举，通通都必须有政治资金的资源。我相信这个问题，几个媒体去问林友昌先生。我来现场所看到的就是